诗篇134篇一至三节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你们当称颂耶和华，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愿造天地的耶和华从锡安赐福给你们。根据圣经精读本，诗篇134篇是15首常行之诗的最后一篇，只有三节经文，作者不详。这一首诗采用了对话的形式，一同二节是城外的朝圣者督促在城内守城的利未支派祭司称颂神，三节是城内的人以祝福来回应他们。耶和华的仆人夜间站在耶和华殿中的，是指当时负责管理圣殿的利未人，他们彻夜巡逻服侍，使圣所的灯常常点着。这些圣民彼此回应的敬拜叫人深受感动。此刻让我们举起双手赞美上帝，亦都呼吁彼此称颂他。你们当向圣所举手称颂耶和华。列王纪上15:25-17:24。阿撒做犹大王第二年，耶罗波安的儿子拿达登基做以色列王，执政两年。拿达好似他父亲一样作恶多端，行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。阿撒做犹大王第三年，拿达率领以色列军围攻非利士的基比顿城的时候，以撒加支派阿希雅的儿子巴沙叛变，杀了拿达，散位称王。巴沙一做王，立刻诛杀耶罗波安全家，无一幸免，应验了耶和华藉他仆人示罗人阿希雅所讲的话。这些是因为耶罗波安犯罪，并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，惹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发怒。拿达其他的事和他一切所作所为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阿撒和以色列王巴沙执政期间，双方常常争战。犹大王阿撒执政第三年，阿希雅的儿子巴沙在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，执政24年。他步耶罗波安的后尘，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。耶和华吩咐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知责备巴沙说：我从尘土中提拔你，立你为我以色列子民的王，你却重蹈耶罗波安的覆辙，使我的子民陷入罪中，惹我发怒，所以我必除掉你和你全家，好像除掉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家一样。在你的家人中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食，死在野外的必被鸟食。巴沙其他的事和他一切的所作所为和成就，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巴沙和祖先同年后葬在德撒，他儿子以拉继位。耶和华藉哈拿尼的儿子耶户先知谴责巴沙和他全家，是因为他好像耶罗波安家一样，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惹耶和华发怒，
亦都因为佢杀咗耶罗波安全家。犹大王阿撒执政第26年，巴沙嘅儿子以拉喺德撒登基做以色列王，执政两年。以拉嘅一半战居由部下心理掌管。一日，心理趁以拉喺德撒宫廷总管阿杂家中饮醉嘅时候，入去杀咗佢，散咗位。嗰一年系阿撒做犹大王第27年。心理一做王就杀咗巴沙全家，佢亲友家嘅男子亦都无一幸免。巴沙惨遭灭门之祸，正应验咗耶和华藉耶户先知谴责佢嘅话。呢啲系因为巴沙同以拉父子二人作恶多端，祭拜假神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，惹以色列嘅上帝耶和华发怒。以拉其他的事和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阿撒做犹大王第27年，心理开始在德撒做王，执政仅七日。那阵时以色列正在度攻打非利士的基比顿城，他们听说心理谋反弑君，就在当日拥立军中元帅暗利做以色列王。暗利率领以色列军离开基比顿，上去围攻德撒。心理见城被攻破，就走入皇宫的城堡中放火烧宫，自焚而死。这些是因为他的犯罪，行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报耶罗波安后尘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。心理其他的事和他谋反篡位的经过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那阵时以色列人分为两派，一派拥立基纳的儿子提比尼做王，另一派支持暗利，两派相争，暗利一派占了上风。提比尼死后，暗利做了王。在阿撒做犹大王第31年，暗利登基做以色列王，执政共12年，其中6年在德撒。暗利用了68公斤银子向撒马买了撒马利亚山，在上面建造了一座城，按原来主人撒马的名字称之为撒马利亚。暗利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比以前的诸王更坏。他步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后尘，使以色列人陷入罪中，祭拜假神，惹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发怒。暗利其他的事和他一切的所作所为都记在以色列的列王史上。暗利和祖先同眠后葬在撒玛利亚，他儿子阿哈继位。阿撒做犹大王第38年，暗利的儿子阿哈登基做以色列王，他在撒玛利亚执政22年。暗利的儿子阿哈做耶和华视为恶的事，比以前的诸王更坏。他不单止步尼伯的儿子耶罗波安的后尘，还娶了西顿王叶巴力的女儿耶洗别为妻，供奉祭拜巴力。他在撒玛利亚为巴力建庙，在庙里面为巴力设立祭坛。他还做了阿舍拉神像，所作所为比先前诸王更惹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发怒。阿哈执政期间，巴特利人希伊勒重建耶利哥城，他立地基的时候，长子阿比兰死了，安城门的时候，幼子西各死了。这些是应验了耶和华藉嫩的儿子约书亚说的话。有一位先知名叫以利亚，是基列的提斯比人，他对阿哈说，我凭我侍奉的以色列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如果我不祷告，这几年必定没有雨水和甘露。耶和华对以利亚说，你离开这里往东边去，到约旦河以东的基立溪旁躲起来，
你可以饮基纳溪的水，我已经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应你食物。以利亚遵从耶和华的话，到约旦河东的基纳溪旁住了下来。乌鸦每日早晚为他叼来饼和肉，他饮溪里的水。因为天旱无雨，过了些日子溪水干了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你去西顿的撒勒法，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他来到撒勒法的城门口，看见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就对他说，请给我一些水喝。那个妇人去拿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说，请给我拎一些饼。他说，我凭你的上帝永活的耶和华起誓，我没有饼啊，我坛子里面只是得一把面，瓶里面只是有一些油，我来检柴就是要回去做饼，和儿子吃完之后就只能够等死了。以利亚说，不需要害怕，你可以照你所讲的去做饼，只要你要先做一块小的饼给我，然后再做给你和你儿子，因为以色列的上帝耶和华说，在耶和华降雨之前，你坛里的面和瓶里的油都必定不会空。那个妇人就依照以利亚的说话做了，妇人一家同以利亚就咁样食咗好多日，坛里面嘅面未有用完，瓶里面嘅油亦都未有用光，应验咗耶和华藉以利亚说嘅话。后嚟妇人嘅儿子病啦，病情越嚟越严重，最后死啦。妇人对以利亚话，上帝嘅仆人啊，我同你有咩关系啊？你到我这里来是要让上帝想起我的罪，拿走我儿子的性命吗？以利亚对妇人说，将你的儿子交给我。随后他从妇人怀中接过孩子，抱到楼上自己的房间，放在床上，他向耶和华呼求道，我的上帝耶和华，我寄居在一个寡妇家里，你点解降祸俾佢，夺去佢儿子嘅性命呢？佢三次伏喺孩子身上求告耶和华说，我嘅上帝耶和华啊，求你让一个孩子活过来吧。耶和华听咗以利亚嘅祈求，孩子就活过嚟啦。以利亚将孩子从楼上抱落嚟，交俾佢母亲说，睇，你儿子活过来了。妇人对以利亚说，现在我知道你是上帝的仆人，耶和华藉你口所讲的都是真的。耶和华叫先知以利亚到西顿的撒勒法，上帝已经安排一个寡妇供养他。当先知要求一些水喝，一些饼食，寡妇却推搪说她只有一把面，一些油。先知叫她不需要惧怕，应许上帝会供应她，说你坛里面的面和瓶里面的油必不会空。结果先知的预言果然如此发生，寡妇没有缺乏。后来妇人的儿子病重，最后死了。妇人埋怨以利亚到他那里是要叫上帝惩罚他，取走儿子的性命。然而上帝再次藉先知以利亚行神迹，叫寡妇死去的儿子活过来。求主宽恕信徒对全能上帝的善望和小信，好快就忘记上帝过去给我们不少的属灵经历，教导我们生命的功课。正如那个穷乏的寡妇怎样经历了上帝源源不绝的面和油，却仍然以人的认知理解事情，未能相信上帝是满有能力能够起死回生的神，甚至埋怨责怪别人。求主怜悯，
叫我哋有属灵嘅眼界同目光，面对神容许喺我哋身上发生嘅一切事情，并以正确嘅属灵方法解决一切嘅需要同难题。使徒行传十章二十三至四十八节，彼得就留他们住了一夜。第二日，彼得同他们以及几个约珀的弟兄一起出发了。又过了一日，他们到达凯撒利亚，哥尼流已经请来亲朋好友在那里等候他们。他一看见彼得，就迎上去俯伏在他脚前拜他。彼得连忙将他扶起来，说：快起来，我只不过是人。彼得同他边走边谈，入屋后见聚集了好多人，就对他们说：你们都知道，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我们是不可以和外族人来往，但上帝已经指示我不可以将任何人视为污秽不洁，所以我受到邀请后毫不犹豫地来了。请问你们为什么请我来呢？哥尼流说：四日前，大约亦都是下午三点一个时候，我在屋企里祷告，忽然有一个身穿明亮衣服的人站在我面前，说：哥尼流，上帝已经垂听了你的祷告，亦都悦纳了你周济穷人的善行。你派人去约珀那里叫那位西门彼得的人请你，他住在海边一个名叫西门的皮革匠屋企。于是我立刻派人去请你，你能够来真是荣幸。现在我们都在上帝面前，想聆听主吩咐你传给我们的话。彼得说：现在我深深的明白，上帝是不偏待人，无论哪一个民族，只要敬畏他，秉公行义，都会蒙他悦纳。上帝藉着万物的主宰耶稣基督，将平安的福音传给以色列人。你们都知道，自从约翰宣讲洗礼以来，从加利利开始，整个犹太地区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们亦都知道，拿撒勒人耶稣是上帝用圣灵和大能高立的，他周游四方讲行善事，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，因为上帝与他同在。我们亲眼目睹了耶稣在犹太全境和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，但是世人却将他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但到了第三日，上帝使他从死里复活，并且向人显现，不是向所有的人显现，而是向被上帝预先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显现，就是我们一些在他复活以后和他一同吃喝过的人。他命令我们向世人传道，见证他就是上帝指派来审判活人和死人的那位。所有先知也都是为他做见证的。哪个信他，哪个的罪就能够藉着他的名得到赦免。彼得还在讲说话的时候，圣灵就降临在每一个听到的人身上。
跟彼得一起来的那些严守国礼的信徒，看见圣灵的恩赐也都浇灌到外族人身上，都好惊奇，因为他们听见这些人又讲方言又赞美上帝。于是彼得说，既然这些人已经同我们一样领受了圣灵，边个能够阻止他们接受洗礼呢？彼得吩咐他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，之后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日。彼得同几个弟兄到达了凯撒利亚，哥尼流同他的亲朋好友已经在等候，听主席彼得传给他们的话。按照犹太人的传统，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同外族人来往，但是上帝指示彼得不可以将任何人视为污秽不洁。彼得领会到上帝不偏待人，开始讲述耶稣在犹太全境和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事，他怎样广行善事，治病赶鬼，并钉在十字架，从死里复活。哪个信他，哪个的罪就能够藉着他的名得到赦免。彼得还在讲紧说话的时候，那些严守割礼的信徒看见圣灵的恩赐亦都浇灌在外族人身上，他们一样领受了圣灵，又讲方言又赞美上帝。感谢神，他是不偏待人的上帝，无论哪一个民族只要敬畏他，秉行公义，都会蒙上帝接纳。感谢耶稣基督，他不单止为以色列人钉十字架，亦都为世人钉十字架。感谢圣灵，他不止浇灌在以色列人身上，每一个回转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一样可以领受圣灵。箴言十七章九至十一节，遮掩人过的，寻求人爱，屡次挑错的，离间密友。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恶人只寻背叛，所以必有严厉的使者奉差攻击他。今日的箴言指出饶恕过犯和责备过犯两个很重要的题目。箴言教导饶恕对友情的重要，饶恕过犯促进友爱，重提旧恨破坏友情。箴言亦都指出责备的重要，但是要知道责备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果效。一句责备的话深入聪明人的心，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。求神叫我们在别人的过犯上懂得饶恕，以致同人的关系能够尽心。此外，求神叫我们在责备的事上要清楚对象。一些聪明受教的人，一句责备已经足够，责打愚昧人就要调整期望了。
6月16号灵修思考问题，列王纪上17章13至14节。以利亚对他说，不要惧怕，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吧，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坛内的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，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。昔日上帝藉以利亚应许穷乏的寡妇，面必不减少，瓶里的油必不缺短。今日你相信主必供应所有行祂心意跟随祂的人吗？亲爱主，感谢你昔日藉着以利亚对寡妇肯定面不减少，油不缺短。求主今日叫我们仍然相信你是那位无少而不缺的上帝，使我们立定心志，单单跟随你，行在你旨意当中。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